消息跟大家汇报呢，就是自从去年美国证监会新换了主席以后啊，这个包括 PCOB 的主席也新换了啊，这个我们中国证监会牵头的中国的这个谈判团队跟他们的谈判的进展呢非常顺利啊，这个我们现在基本上隔一周就视频谈判一次啊，就把一些细节呢都落地啊，所以呢我很有信心呢，我们会在不久的将来达成一个合作协议啊，那么使得呢 PCOB 呢能够合情合理的合法的在中国开展对中国的会计师事务所啊进行这个检查。当然这些中国会计师事务所都是这个做中概股上市审计的啊会计师事务所，那么相信呢这个不确定性呢啊很快就会啊移除啊，那么这对中概股呢这个会是一个好消息。